红薯可以当主食吃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吃多了也会发胖。吃牛油果能减肥吗？不能，牛油果热量很高，但牛油果是很好的脂肪来源。三餐每天几点吃才合适？早餐不超过9点，午餐不超过2点，晚餐不超过7点。久坐会让腿变粗吗？不仅会，还可能导致关节疼痛、肌肉退化。烧焦的肉可以吃吗？绝对不行，含有致癌物。